他说，我好紧张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，真的好紧张。然后我说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他说，没有。然后他说，哎，对了，能不能让我在开始之前唱一段歌，可能我会轻松一点。哇，好呀，哎，要不要来一下？好的，好的，好吧。可不可以跟我一块拍掌？当然。我们给个拍子。爱情是什么东西？让我告诉你，爱情是什么东西？让我提醒你，爱情是什么东西？它可以让你欢喜，让你哭泣，让你得意醉，哦，不能自己，高兴在一起，伤心就离去，不要看得太重，当作是游戏，勉强在一起会伤害自己，就让爱情随风而去，不要再迷失自己，高兴在一起，伤心就离去，不要看得太重，当作是游戏，勉强在一起会伤害自己，就让爱情随风而去，不要再迷失自己。张卫健。